咱们这个是自己做的网啊，我们管这个叫红桃尖啊，类似猕猴嫩，但是不是猕猴嫩啊。粘冰呢有三个月了啊，咱们今天给它今天开花化开了，咱给它整上来看它有多少鱼啊。喜欢户外捕鱼的你就关注我啊，关注老七没毛病啊。这大冰，大冰筷子还给你没化完呢是吧？哎，哎呀妈，这大冰筷子，看吧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看，哎呀，这咋全是冰啊这里头？那大冰了，它不全是冰？看能有多少鱼吧。哎呀，到了，哎，真有鱼哈！哎呀，没多少啊！看后椅子，别你，别后椅子开了，完了都跑了，操！头上这他妈这么大窟窿，啥鱼不跑啊？开了后面都，哎，你看后边还有。看老铁啊，这剩一些都他妈跑了，哎，白瞎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妈跑老了，真有点好几瓜了。